大家好，现在是中午1点钟，哦，现在带黄宝进来公园玩最好了，因为一个小朋友都没有。弟弟，有没有很棒棒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没有很棒棒哦，只有你一个小朋友玩了，有没有开心？没有跟你抢玩具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好，那你去溜滑梯吧。很烫哦，真的哦，那怎么办？太烫了哦，那你，不然你去爬那个好了，爬高高好了，去爬高高，要不要？高也不会太烫吗？应该不会吧？要不要去爬高高？好。哇，好热哦，好晒哦。对啊，去啊，去玩吧。对了，太阳被云遮住了，快点去爬高高。太阳又出来了，太阳又出来了，好大哦，弟弟，我们要不要回家了？好，我们回家，回家，太热了，难怪都没有小朋友。回家没有太阳。对，太热了，回家。